我对于完美底妆三个形容词是水润、贴合、没有负担。我最近最喜欢的是 Chanel 的恒润裸光水慕粉底，我喜欢它的质地是非常薄透，然后水润，然后非常贴合肌肤的感觉。整个脸打了，就是让自己的肤色均匀之外，然后再个别强调重点，就是去遮我想要遮的，但我自己个人是喜欢留一些小雀斑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这可以更呈现一种自然自在的状态。这就是我梳妆台上必备，现在必备的秘密武器——粉底刷。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恒润裸光水慕斯，它其实涂在脸上的时候呢，它会更有那种薄透感。当然打底很重要，打完底之后呢，不管你加任何唇色都会让你看起来整个非常有精神。早上出门你要跟闺蜜出去喝下午茶，其实可以擦一个比较粉色的裸色的唇膏，那到了晚上呢，其实就可以擦像我嘴巴上这种红色，其实有一点法式优雅、法式浪漫的感觉，呈现一种很优雅女人走在法国，然后很自在自由，享受女人的那种感觉。它都可以做到遮，就是叮咚，有人来了的感觉。